不得了！发现了一个超级可爱的手机游戏啊！我买过那张点单哦，就是一直这样，那就取了金币了。金币的取的方法，一升级教学，超可爱的。它就是一个企鹅的挂机哦，企鹅的挂机，超级可爱。这样我们就可以创造企鹅啦。哦，企鹅专门为企鹅设计的挂机作用。因为相信大家都有玩过兔子的嘛，那它就企鹅版，那么可爱啊！你看，升级教学与金币取的方法。嗯嗯。你看他们在吃鱼啊！这其实我新发现的游戏啊！那你看，还没有全企鹅的图鉴。然后这个我真的很想要尖叫，就是它可以，哦，我真的觉得很不得了，你知道，一只企鹅而已，有这么多品种啊！像不是还有水族箱版的吗？那些都很热门啊。那像这种游戏都是为企鹅设定的，你看它出后面有海牛了。所以你像在里面玩，以前我有看那个《企鹅家族》，哇，好可好好，好萌！你看我们花田，嗯，天哪！一个人的生下去，天哪！